早安，早安，大家都还好吗？我们这礼拜大家都在自主练习，是因为我们的成绩呢，就是希望在每一个礼拜大家都看到我们的成长跟改变，不小心就进步，不小心就变厉害。对的，其实很符合今天的主题，因为在学校当中最重要就是我们还有校际比赛，就是我们自己厉害不行，我们还要跟别的学校比赛，跟别人一样很厉害。那我们今天呢，每一关呢都会有大魔王，所以我其实无法理解我们为什么要找人找那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不需要大魔王，一般路人就可以把我们打败。每一关都只要睡饱吃好的人就可以打败我们。哇，一个高中生就可以赢了，搞不好。对，马上就可以那个打赢我们。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那个精神，运动家精神要拿出来。没有没有。那每一关除了有大魔王可以跟我们竞赛之外呢？我们还有终极惩罚，而且是每一关都有惩罚，所以不管怎么样，至少为了避免惩罚，还是要加油啦，好不好？ OK 哈，那我们要欢迎的是小赖。Hello， 你怎么会参加到这一集呀？对啊，我也不知道。我想说前面应该都蛮轻松的。没有，就是前面我们还有一些什么可能知识的啦、聊天的啦，没有，叫都。今天是大魔王而且每一个魔王我觉得都很可怕，就是你看到都要立正敬礼。而且小赖，我发现的人发现。你好像没什么血色，你是有点害怕是不是？有吧，因为我昨天没有睡觉。完蛋了，没有睡觉还敢来参加？对，今天比较早，怕睡过头。哦，所以你从11点就醒到现在是不是？没错，加油哦。好啦，那希望大家等一下就继续努力了。 OK， Ready Go。上车啦！我们今天是打个人赛，但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场地。今天来到的是能人家商，他们非常厉害，是他们的美容科很有名。他们有很多不一样的教室，包含媒体啊，或者是美容啊，还有光疗啊，都有专业的教室可以教他们。他们是新北旗舰计划专业教室，然后他们是有被列作新北教育局的美发组金手培训重地，所以头发需要什么 settle 的也可以找他们。那同时，他们在112学年度的家事技艺竞赛美颜组获得了全国第一。好啦，人家是能人，我们要努力成为能人，好不好？今天要玩的游戏呢，是我刚刚讲的是单人竞赛，可是第一个游戏我们要两分组。那我们要玩的游戏是什么呢？就是联手排位赛，限时内两人需各伸出一只手，合力将排球向上击出，累积球数与魔王差距最多的队伍需接受惩罚。那你的第一手，一个人两只手都未必打出。对对对，给我两只手、两只脚都没有办法。这样子，对了，这样子，这样子，哦，这样子，好，那到底要怎么样排棒次呢？我们就来知识问答好了，好不好？大家把手机拿出来。不要作弊哦！不要作弊哦！真的，作弊是整，就是打字是不是下打？对，不要打字。例如说，如果小赖在我讲请回答之前先摸手机，这边右半边全部都不算，废掉，那不行。小赖连坐法，连坐法。好的，第一题题目是：世界杯排球锦标赛是每几年举行一次？我只是打开看一下，我们刚刚有讲，他刚刚讲，刚刚讲，好，不行，我要有老师的威严。他刚刚讲这一局的知识问答，左半边不能。是的，什么？没有，你白痴啊！白痴，老师，你白痴啊！你莫名其妙，自己检举自己了，自己检举。嘉宾未来，好，放着算了，为什么摸啊？我被你们两个单数五年了，我们被废了，我甩你干嘛？我们不能回答了嘛，对不对？对，你们没有了，你们没有，但你们可以去乱呐。好，有没有？哎，有人四，有人五，有人三，有人五，还有人六哦。我竟然答对，你答什么？四五。丰田没来打个屁啊！丰田在干嘛？丰田也是丰田。丰田。好了，公布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4年，4年举办一次的国际排球联盟会是三大世界赛事之一。哎，我们的礼物超棒的哦。
的北北也有走死不 OK 的 cosplay 有不 OK 的吗？嗯，没有，没眼神闪烁哦。好，再一次，再一次，再回答一次，也有不 OK 的，没有啊，一定好，一定有，一定有，好，就注意超大的灵魂。来，花你要哪一个？来来，一胜难求啦，运动加精神，放松时刻，加油打气，放松时刻，我体能之巅。像我今天真的好累、哦，放松一下，放松一下。我的大腿真的已经快要爆炸了。谁敢选体能之巅呢、啊？真的，大家都累死了，都要发癫了。来哦，恭喜获得了。对，他这么小气，对啊，这么小他怎么可能提供这么好的礼物？拜托，恭喜恭喜恭喜啦！好棒啊！对，这不错，这是赞的礼物，你看啊。那当然就由你来排棒次。我刚刚讲，我们是两两一组，交给你来排。没有，我觉得还是要身高差不多。哦，对哦，而且要两只手。你可以害别人啊！你如果不想被惩罚，你就是要去营造可能会输的组，就鲶鱼跟大鱼。对啊对啊，我觉得讲的很没错，就是鲶鱼跟大鱼。我当然就跟小杰，哎呦，对，因为小杰不想跟我一组，是不是？哎，好慢的，好，我们排快一点，排快一点，闺蜜一组，闺蜜一组，我们公主最后，最后，我们公主，我们最后吗？对，我们最后，最后，然后少伟哥跟豆哥，你们两个，他们真的是无敌力打，小赖呢？乔平后宫二人组，因为有先宫就有后宫，对对对对对对对，后宫，后宫的，谢谢谢谢娘娘，谢谢娘娘，你们俩很奇妙 ，OK， 好，那这样就排好了 ，OK， 那我们就来准备一下玩这个排位赛啦 ，Let's go。同学，请打起你们的精神，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迎接的呢，是我们这一关最了不起的魔王团队。那我们鼓起勇气欢迎他们吧，掌声欢迎台北精华女排的小妞教练邓妍明。哇！还有最近上片各大新闻的排球甜心亮月，还有最强快攻手甘可慧，这么强，超强，超欢迎。等一下，你确定人家会想当排球界小孩？小女生这样子，欢迎三位，谢谢来到我们全员，请上车。那这个想问一下，虽然之前已经有这个较劲过了，还是想问一下，以任最近上遍了各大新闻版面，应该好多人都想要问你，就说你真正喜欢的天菜型有没有在我们的行列当中？有没有？有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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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近哪一个？靠近哪一个？哪一个会是你的菜？靠近就是小杰啦。啊！恭喜恭喜！因为小杰最近就是重新回到市场。那小刘教练今天就麻烦你帮我们照顾好他们了，好不好？你们是担任魔王，以你们的成绩为基准。等一下呢，魔王表现出来的成绩呢，不管高低，你们只要靠近就比较保险，离他越远最远的要接受惩罚，这样清楚吗？可以。OK， 那我们就准备来玩游戏咯 ，Ready Go！ 认真挑战，打我，预备，一二。三四 ，OK， 四下，四下，我们有机会，四下 ，OK， 好，四下，那我就直接进行了哈。那我们第一组就是鲶鱼跟大圆，四下为基准点，离最近的不是离最远的要惩罚。这样一个人，哎，这个是什么？欧天，哎，欧天，怎么打太快的感觉？什么意思？哎，你知道我们这会播出哎？不会啦，而且大圆还用他牵着，还用套，就是他用不让你牵到他的手哎，对，不能真的。还有防护措施要这样子啊。好来哦，三下啦，他们四下嘛，四下四下，预备，四下。一。三下很厉害，三下很厉害，三下手就可以放了，谢谢，手就可以放了，三下记录是三下哈，可以可以可以，靠近靠近靠近，再来下一组下一组。不乐园，哎，你们怎么有点浪漫？奇怪，为什么会浪漫起来啊？准备开始哦，来哦，预备，这样，一。一，一，这是什么饭啊？我会投降，魔啦魔啦爆啦！
滑啦，我脚也太快了，也是先惩罚了吧，先惩罚了，先惩罚了。You never know 啊，来下一组准备好。我们只要一下就不会啊，我以前男生好啊，不会打到一下吧？哎，对。等等，等一下，小赖，你为什么要翘屁股？没有翘啥屁股，就比较练屁股要练得比较好。你要不要跳？不要吵，练我紧点。我们要跳探戈了，不要吵。准备好哦，我们的后宫二。不要被惩罚，随便玩都可以了。对啦，我们现在不担心了。各位同学，掌声鼓励中风归来的豆哥。对，中风过，加油！哎，不可能，你们也浪漫吧？十指紧扣，十指紧扣，球抛高点，一下都没有。我们至少都一下。等我，哎，预备。一，来，一，来，一，来，有好吗？你竟然想拖着豆哥往前走，豆哥是连往前都没想往前。你给他一点，可不可以给豆哥再一次机会？加起来除以二哦，好，加起来除以二，来。牵好哦，牵好，感情要好，靠近一点。我会同时两个。他是百分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四、除以二是两个。两下，两下，两下，不错不错。好，来哦。江宏杰，不要再亚军了。哎，好，怎么样？准备好哦。好，打个十下。打个十下。打个十下，好的。最烂，他怎么又变了？哎，他不要玩的球比较小，今天球变大了。好了，这几次是机会，一样加起来十二哦。我很慌张，准备，好啦，一、二、三。好的，进惩罚，就算是哥俩好，也要完成如来佛祖。你好大，你是要被蜜蜂叮到的。打完排球都行了，好啦，那我们一人一下哦，谁先来？一哥，好好，威阿威先啊，进惩罚，预备。哇哇哦！完蛋了，完蛋了。你完蛋了！怎么觉得很弱？太小力，太小力了啦！刚可以啊，略小力。没有，你已经打过了，所以让一哥来。我们只是让他知道，刚那样叫做太小力。哎，风很大。哇！等一下，救上！救上！救上！太大了，怎么样？有感觉吗？开心吗？耳鸣。我觉得我们在那个大魔王面前好丢脸啊。好的，谢谢你们观看我们的惩罚，也谢谢你们当我们的大魔王。再次谢谢小牛教练、怡任还有可慧。好。只是给大家稍微暖身一下啦，虽然进行了小小可爱的这个惩罚，你们还好吗？阿威头还好？阿威这边他已经听不到，我刚才叫他，他都没有理我。阿威，然后他用这一边来接，他你们说什么了？你说什么？听不到，听不到，我这样做好了，这样。他以后脑勺没有，因为那个惩罚看起来很软，但其实是头很晕，很痛苦哎。对啦，会晕啦，哼啊！等一下，我们还要继续跟金华女排比赛，好不好？我们再。来继续玩一下下一个游戏，下一个游戏呢叫做是金排球大对决，金排球用排球扣杀方式将鸡蛋击破，花费时间与魔王差距最远的需接受惩罚。好，那这一趴呢，我们要进行知识问答，先送大家礼物，让大家缓一缓。可以哦，可以哦。少伟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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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题目是。请问，在排球比赛中，每队出战人数有几人？豆哥，豆哥，豆哥，哎，还没有，我还没有说哦。他碰了，糟糕，我们右半边不算。上次的荧幕保护，对啊，没有，我眼睛有看到。你们也重复我刚才讲的一句话。校长有人说谎哎，好了，不好意思，我只能左手边了，请回答。
去干扰啊，干扰。索马这里王不会锁住了。干扰干扰，我们不用打了。哎，乱讲，是五人吗？团体球类运动排球会有几位出战呢？出情侣可以啊，一队是吗？每队出战是有手啊，有两点。那个答案快要变成五五六六嘞。好，来公布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总共有六个。你看我们三个人，你还说你打过排球？十几年前的事情，18年了，好不好？这个八人是在改哦，在改吧。对呀，但是一队有12个人，那每一次出赛就会有6名选手这样子。OK， 那恭喜答对的是江宏杰。恭喜来哦，小杰，你选一下礼物吧。好，体能之巅啊，最哦，最哦，挑战最难的，真的，脑部好弱，我们要洗脑成功。来看一下，拉伸的波比跳300下。搞不好是什么基金啊，补品。不用，真的还假的？不可能，不可能吧？还是就这张牌子？叫他办脚踏车，叫他办脚踏车。真的，哇塞，真的吗？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那个制作单位就是这么认真，送给小杰一台脚踏车。真的？你要自己想办法帮带。就是体能帮你开哦，啊，帮你猜一下啦。哦，你们赞哦，你猜一下看一下吧。像不要公弄了，是吗？小花有啦，真的是送给小杰的啦，小杰的球技很好哎，哇塞，太厉害了！不然我们等一下一个人都骑个10分钟哦，那不然就放在这台车上。重点来了，对，体能之巅，想运动就想运动，中间休息的时候可以自主练功，恭喜小杰，棒棒棒，棒棒，好啦，那我们就 ready go 咯。教练还有可慧先来帮我们示范一下哦。我们是把球杀过去，然后砸到5颗鸡蛋，其中1颗打破就 OK 了。那当然是计时嘛，时间越靠近他们的基准点越赞。那当然，如果是砸到网子弹下来的啦，那也都算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其实不容易。那不然我们请小牛教练帮我们先示范一下。哇！哇！哇！好的，我们最强快攻手甘可辉选手已经来到了场上，究竟他会用多长时间砸破1颗鸡蛋呢？计时开始。不要太快。哦呦，不要太快。老天保佑。哎呦，太炸了！哎呦。还是很快啊，其实很厉害啦，拜托我们等一下看我们这有多熟。他的成绩是20秒，强哎，很强很强哎，有时候反正20秒很难抓，对，不知道到底到哪里。打生会报秒数吗？不会，不会啊。那用20秒时间获得了1颗破蛋 ，OK， 那这就是我们的基准点，各位选手们请准备好。好的。如果我们的表现比可慧强，那我们就欢迎可慧加入全员，请上车。好，来来来，第一棒，请就位。好的，第一位选手鲶鱼预备备，开始。破！哇，他可以破力耶！完了！紧张了！散开了！怎么都没有？哇，他好像很接近的，可慧啊，怎么办啊？差一点！你只要打进去就有机会。鲶鱼！很接近，我跟你讲，你是最接近的。多久？你觉得几秒？21秒到23秒，应该是。对对对，早就乱猜，哎，23秒。鲶鱼，告白告白，那么接近告白。好啦，你到后面去好不好？乖一点。哇，23秒，很强。对，很厉害耶。好，再来是不完全不被大家看好的大鱼，究竟有没有办法这个靠近20秒呢？预备，开始。瞎挥吗？好，弯婆朝中。哇！弯婆朝中。哇！弯婆朝中。哇！好快，哪里哦？快加力！我撞到了啦！好嘞，好嘞。
什么？多大力的？预备，开始。压会吗？哎，会，有机会。对你打进去就有机会了。哎，哎，快了。他这个不用，完蛋了。哎，我手酸了。我知道你袖子不能才三颗你就算。哇！哇！你打过？没打过？没打？没打？有啊。两手啊，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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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滚过去，换力气，换力气，这样子，力气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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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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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下一位是我们的小赖哦，小赖哥，加油加油！接下来上场的是其实平常就有在打排球的小赖，而且听说他有一个万家排球队，这怎么一回事？没有，就是我们每周四都会打排球，然后里面都还蛮厉害，然后还有上一些课程。哦，那你应该就很会咯，所以打破五颗应该还好吧？但好像蛮难，如果打一颗就中，我就插女排。好，加入加入加入！而且跟可慧讲好了，如果他参加女排的话，他会在那个小牛教练麾下，然后可慧会加入全员竞技。他不是我们节目，对他要跟他要跟小浩哥抗衡。好，来，预备，开始。哎呦，哎呦喂，有哎，真的可以，哎，还真的可以，其实。但是往往从前面先抢瞎的，后面都会很糗。你要蛋，他前面是在偷时间。对啊，差一点，二十秒很难抓。哎，我你博啦！哇哇哇！哎，很坚持啊，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恭喜，25秒。哦，很香，可以可以可以。啊，准备好。哇，靠你了啦！用那个筋膜枪伤几了，应该 OK 了啦。小亮加油，你帮我加油。加油。他连录三天，真的是手是受伤的。准备好，预备。中！哎，我跟你讲，瞎猫。就是这样。你输了，你完蛋了，6秒。6秒很惨。好，豆哥准备好哦。好。好，来。预备备，开始。哇，哎，但是准，无声攻击法，方向是。哎哎哎！无声攻击法，方向是。哎哎哎！第二球，他第二球就中了。你的时间是跟花花一样，六秒。是啊，你们要不要大手伺候了？直接真的不要啦，来来，好评，好的，接下来上场是好评，计时开始，前面慢慢来啦，破，好歪哦，好评天乱，有机会有机会，好评在干嘛啦？好评你怎么？好评的动作，中丢啊，我丢。丢！好评，那你都超限了吗？对。好评，为什么你跟我玩游戏，好有悬殊哦，你的动作。对啊。哎，好，我是动脑的人，偏丑，是动脑的人。他的表情。哎，哎呀，好评，不要超过30秒啊！糟糕，糟糕，他只要40秒，你们就对。没关系，我跟苏南文生提到，你可以打半个小时。都超脑，超过大圆了。完了完了。哎，超过了，你赶快打。来，你的成绩是43秒。应该可以，很近哎，他应该不会输。感觉比好像不会，哎，他打
同一个位置。难道完了要比好冰球了？要比好冰球了！要比好冰球了！哎，你每一颗都闪过金蛋的，好厉害哦！好难哦！你在玩躲避球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小杰的成绩，刚刚是43，是谁？我豪平嘛，豪平你要高兴喽！41秒，豪平仍然垫底，差两秒哎，差两秒哎，打到40几秒，后面好闺蜜，好闺蜜。好的，一哥上场，平常一哥什么都很强，不知道这个排球砸鸡蛋有没有办法？看刚第一关就知道了，完全不会。好，来准备好哦，预备备 ，Go！ 哦，这太快了，这太快了，太快了，这太快了，他只要不是肉体的，他都没办法攻击。这个难讲，真的不行哎，差不多了，有，你打进去就有机会。过了，18秒。很接近的，你没事，你 safe 了，很近，耶，掌声鼓励，厉害，碎，我先戳漏我的眼睛，一起来拿阿威。好的，阿威准备上场 ，ready。排球参加过排球队的，赔钱，破坏公务。他们说打飞那个加60秒，所以掉了，直接惩罚，败掉了。阿威把工作加在那边，怎么会？你只能拿那个金马奖奖金来赔了。对，好，继续哦，预备备，少了一个进位的啦，阿威。哎呦。动作，我的妈呀，差不多了，都可以了。是阿威，参加过什么排球队？完蛋了，有谁？他应该蛮接近的。哎，他们这是好兄弟哦，17秒，对哦，easy， 安全。最后一棒，少伟哥，耶，交给你。最后一棒，少伟哥究竟有没有办法超过43秒呢？不可能，他第八球就输了，因为先破了。对，第一颗就破。那我不用玩了，我早就破了。对啊，我干嘛玩这个游戏？你说的，你说的。我不用20秒了，我已经破了。破关输了，你也没有。没有，预备，开始。破有，哎呦喂！差点。哎呦，哦，打到摄影师。哇。哎呀，加油加油！有危险，有危险，危险哦！加油，有啊呀啊！你看，加一下吧，超过20秒了，有危险的，有30秒，紧张了，紧张了，打完了，打完了，打完了，你好厉害，很会闪，你好厉害，哎，好球，起球，没闪过，跳过，快完了，第50秒，紧张，紧张。有多拼？哎，少伟哥的成绩是完蛋了，42秒，少一秒，所以最后一名就是黄豪平。进惩罚的是不是需要两个人？没有吧，一个人。好啦，豪平进惩罚，他23秒。好的，进行惩罚。黄豪平接受的是黄豪平是智将哇，鲶鱼也是智将。今天这些都体力观感，我会不会从头被打到尾？你加油啊！你转过你那围巾词会跑掉，不要动。万佛朝宗。哇！跑了！万佛朝宗。哇！跑了！万佛朝宗。我可不可以趁现在，反正刚打完还有余韵，多打几下，后面的可以不用打。好可怕，好痛。好了，这个部分我们要谢谢小牛教练，谢谢雨润，还有可慧，辛苦你们。来 ，Let's go， 我们回车上。
其实我们忘记，就是大家所有的选手呢，都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非常非常专精，所以上节目会有点害羞，不好意思。今天其实能够来到能人家常啊，是非常非常感谢啊。他们在电竞方面呢，也非常着重什么游戏啊、专业技能的培养。对，哎，所以他们的小朋友真的也是，不管你是喜欢哪一个方面，都有自己可以去的地方。然后像他们有电竞转播啊，还有赛事的人才培训，都是预备好的。那来连机器人方面，他们还可以教他们学习怎么书写程式啊、机器人维修啊这些技能。所以真的，你看，我们看他们都只是一些小朋友，但他们都是培育的非常好，可能都比鲶鱼还要强哦。哇！谢谢好，那我们接下来玩的游戏呢，一样也会请到大魔王，但大魔王我们等一下再出现。我们要玩的游戏叫做快手叠杯，我们要进行放大版的竞技叠杯赛，花费时间与魔王差距最远的人接受惩罚。对，我们都知道叠杯嘛，对不对？什么333啊、363啊，就是哒哒哒哒哒，这样都是小小一个。但我们今天会用放大的方式，所以要考大家的手眼协调。这个部分也是个人赛，所以等一下我们也是进行知识问答来决定到底谁是第一棒，谁是最后一棒。麻烦把手机拿出来，把手机。好，手举高高哎。好，题目是环保意识抬头，鼓励民众自备餐具。请问连锁店使用环保杯购买一杯饮品最少可折抵多少钱？请作答。哎呦，你看乖了吧？啊，多少多少？最少哎，最少可以折多少钱？可以狂穿是不是？可以啊，可以啊，可以怎么？谢谢大家，我送给你。55351552566，正确答案是5元。小大元，很前面，太重了，太厉害了。真的 ，OK OK OK， Good Good Good， 恭喜大元答对了，没错，最低是折抵5元，当然也有一些是折10元、15元，那就看他们店家自愿的，好不好？好，那这边我们请大元来选一个奖品，我们剩下百万金币啊，一胜难求，加油打气跟运动家精神。你觉得这样打气有可能是 cosplay 吗？我觉得不会，今天没有吗？我觉得今天打气筒和充气，打气筒跟气球，我觉得这样打气应该有好感觉。气球的充气，或是针筒，拉拉队的那个运动加精神，运动。所以他们俩，所以他们俩刚才讲话，你都没在听，讲半天那边哦。避开，好难中的，没有的。来，运动加精神，打开打开。终身错觉，会不会是谁的排位？因为有运动加精神在里面。所以我是有参加奥运的。哦。来，运动加精神，打开打开。哦，终身错觉，会不会是谁的排位？因为有运动加精神在里面。啥呢？恭喜大元获得的是，不是啦，智能跳绳。OK， 好，那等一下，那我们会请到的魔王，当然是叠杯界的佼佼者，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来认识他一下咯。来 ，Ready Go。是叠杯，所以要邀请到的大魔王是台湾队长吴怡龙。吴怡龙他有破过台湾、亚洲还有世界的纪录哦，所以他是2023年竞技叠杯锦标赛是世界冠军，就是全地球就他最厉害，就是这么厉害。我们让他来示范一下，手放好，放在那个计数器上面。哇，那么专业的。对，马上开机。那我们这个叫做是什么？我现在做一个花式叫 cycle。cycle， 来 ，ready。生气，这是我们流行的。天哪！OK， 时间是
秒，我们是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他，不是你平常的表现，对不对？对，我觉得五秒内应该是差不多你的。五秒有点太快。好，我们去比赛最快最快就是五秒。那叠杯呢？现在是很多小朋友都为了要训练自己的手眼协调和专注度，那我想大家其实也非常需要训练，所以我们为了避免你们的手完全就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特制了大的叠杯让大家可以玩。不是垃圾桶吗？不是，我们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样玩的，好不好？然后我们有没有同学想要试试看？我们先给你们试玩，挑战一下。我们手最巧的就是鲶鱼啊。对啊，你可以先试小杯的啦。来来来，我们从简单的开始，就三三三，哦，三三三哦，右手左手右手左手右手左手，然后换再回来这边，右左右左右左，这样就结束了。完了完了完了，他把那个杯完了，他要把那杯吃掉。一杯，那我们要记一什么杯啦？两只手放上面，放上去，不敢笑，因为我觉得右左右左右左，然后回来这里。我来推，然后右左右左右左，好拍，拍按停按停，八秒，拍，世界纪录是吗？别按到，世界纪录，对，八两秒。看完你的表现，我们真的知道国手的厉害。对啦，台湾队长，台湾队长啦。所以是一样的嘛？等下再比这个。等一下比这个。哦哟，回来啦。好了。好了，好，那我们有请那个队长来帮我们做一个表现，然后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基准点到底在哪里，因为离你最远的人就输了。好的，我们第一位选手吴一龙是世界冠军，究竟玩这个巨型的叠杯能不能有好的表现呢？以他为基准点，计时开始。慢慢慢慢来，三六三。你看，故意用这样子。可能也快不起来，真的啦，太大了，三个一起收是比较帅，好，好。时间是十三秒，十三秒是吴一龙的成绩，这是我们的基准点哦。来哦，预备备，第一位选手鲶鱼三六三哦，预备备，开始。不行，对啊，不行，好好热哦，什么东西？不看热耶！哎，你还是不看热？问你，哎，这里真的会乱掉。卡住了，卡住了，受不了，受不了，太卡了。前面看什么？哎，会紧张，紧张，会紧张吧？三秒有没有？不可能，成绩是十七秒。其实可以耶，怎么那么快？我们要从这边开始收，你不是叠起来吗？十格，十格，好，十秒，十秒，不要讲啊，不要讲，没有，还有十八呢，失败。对，我们从左边开始，左边开始收，一次机会。哎，两次要除以二吧？他练习过了呢。对啊，对哈，他刚才示范过了。还是一样笨啊？怎么样？是这样吗？对，好饿啊！好了，十七秒是加上去给你除以二啦，因为你练习过了哈。预备，开始。哪个哪个？这个哪个？这个哪个？哪个哪个？哇，这个哪个六？六三那个六很讨人厌。对，会卡一个在旁边。六，然后那六要多。开始！哇靠！哇靠！加油加油！哇靠！你下去干嘛？压力好大！怎么这么？天哪天哪！这已经超过十七了吧？很接近很接近哦！慢慢来啊，不急啊！说得快。老人家不适合太快。好，时间是二十二秒。还是快，现在只是暂时看起来烂，因为豪平要上场，大家准备好哦。豪平是智将。哎，会紧张哎，会紧张。来喽，预备备。怎么有那笑声这样？哦，豪平，豪平干嘛？你怎么还把他看我这？你怎么还把他？你不是智将，哎，这样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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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25秒。2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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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回对，来下一位是大圆，难哦这个，我觉得冷静，空间要够大啦，363，预备备，开始。差不多啦，应该比我快。时间是24秒。OK， 又快两秒。来，好，换我，花花。Ready，Go。哇哇哇哇哇！哎，他，我跟你讲，他有桌子的墙的那个。28秒。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值得骄傲。好，来下一位，请就位。好，预备备。想到结束有个 ending pose 哦。哎，对对对，开始。好，现在干嘛？死定了！要收了，要收了，准备准备哦，我们。不错，22秒。好，再来下一棒是江宏杰。差点差点，不错，把你的帅气找回来。帅 ，man 感 ，man 感，预备，预备。哇，好多球，多球，他很精神啊。他很像在玩爆米花那种。完蛋了，哇！完了。哎呀，都有劲，收，快一点。要有 ending pose， 你是帅气。ending pose，ending pose。帅气的。好辣啊！是帅气啊，是帅气。只是看不懂在干嘛而已。你的成绩是22秒。对。准备好哦。阿威要 ending pose 吗？不用。你可以，你帅的，你可以啦，帅死了。我们演员出身的嘞。来啊，讲一句台词也可以。印象说台词啊。台词。不要吵啦。他在想那个六要怎么。预备。咖喱够。开始。哎，这么慢啊！哎，对耶，时间慢来，这个也不用，不要我做好，你刚刚花时间吐槽你们，太麻烦了，太急会乱，没有灵魂的叠杯，没有灵魂，有，还有流量，讲句台词，讲句台词。我的天啊！我之前我们老师你要两个动作一起计时，我就可以比较帅，全草根性强也不行。可以啦，可以啦，吃槟榔吧，是吃这么还要。你的成绩是15秒，世界冠军，对，阿威的动作跟我一模一样，对，超慢。刚刚我们关主有讲一句话，说嘛，阿威的动作跟我刚刚做的一模一样，真的假的？不错，你是不是有带小孩去偷练？他在家里都在玩爆米花桶啊，看不出来。难怪他今天不出门呢，来在家里在那边叠杯，叠杯。我觉得我一定来哦，杯开始。那应该有 ending pose 吗？对啊。
我觉得是不。哎，真的六这边很卡。应该觉得可以了，怎么样都比我快了。Ending pose， 他现在在想。他现在想 Ending pose 要怎么办？哇！哇！ Ending pose，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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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e。加过来。好有。当男人，当男人得到21秒时。哇！其实也是不错哎，好的，恭喜豆哥差了15秒之多，要进惩罚喽。虽然在叠杯这个项目输了，但是能够被我们台湾队长打屁股，好像也是一个蛮光荣的事情。开心的。豆哥有什么要跟队长讲的？舒服一点哦。好的，没问题。对，兄弟头，兄弟头，兄弟细想。来，他用他叠杯的手来揍你，贝贝，进惩罚。完全做错了，什么？真的是那个大便打回去的感觉。队长，你是不是不知道我们这边就是说打得太弱的话，你也要被打？哦，真的吗？好，再站一下，站一下，再一次哦。真的好像弟弟在打哥哥。对啊，认真打，用力，用尽全力，你可以助跑，手分手还可以助，可以助跑，可以助跑。用力，然后跳上去，扒下去。好，来进惩罚。有感觉，掌声谢谢哟！谢谢。那这个手手你有特别喜欢吗？你用这个叠，你用这个叠呗。这怎么叠？对，给他两只手，给他叠叠看。两只手用两只手给他叠叠叠看。好，然后拿那个位置，叠小的，真的，给他叠手给。国手哪有在怕？试试看啦，世界冠军挑战333大手手叠大杯杯，好了啦，超大杯比赛第一届，预备杯开始。对，很厉害！你要怎么拿？我还可以把它移过去，过去。他人生第一次拿到这个手，哇，厉害！哎，非常不可能吧？比你点小的表现还优秀。哎，你以后要比赛拿这大手去啊？之后比赛加这个项目。其实有点重哎，其实有点重，看得出来重。对，姚明快，34秒，再次掌声谢谢怡龙。今天我们在能人加商露营啊，其实能人加商还有一个地方要介绍给大家，就是他们在记忆方面还有一个很厉害的是拳击队。那个应该只有明威有在练拳吧？对啊，哎，明威其实这样讲起来，你体育算蛮强的，运动细胞很好，对不对？还好。我以为你会说还不错，那我就说在这边欢迎能人加商拳击队，然后就处理一下去这样，因为他们是2023年他们在东亚青年的运动会获得女生66到70公斤的冠军，然后也66到70公斤那个重量，那就是跟我们我们都打不赢他。你 OK 啦，你再练一下哈。然后他们去代表国家到哈萨克比赛，有获得第3名，是非常厉害的哟。那讲到拳的部分呢，我们也要来跟大家拳脚相向一下。接下来我们要玩的游戏叫做是三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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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员请上叉叉 ，Ready Go！ 接下来我们要玩的游戏叫做是高台贵手与跆拳道金牌选手进行速度把 PK， 花最多时间取得1分的人需接受惩罚。来，手机拿出来，我们要进行知识问答喽。题目是：跆拳道在2000年纳入奥运的正式比赛项目，请问台湾的跆拳道选手曾在奥运中获得几面金牌？有啦有啦，因为新闻都有大肆报道啊。金牌，可是累积起来的要算。对，请回答。总共几面？嘿，总共。只能抢没有人写的。丰田在来乱的。丰田的写的出现了。好，来。
正确答案是两面，所以我们答对的是一哥。你还知道谁来？我也知道，这是第一面，朱木炎是第二面，对。哎，好厉害哦！然后还有银牌是黄志雄，第二面，对对对。哇，你们边看 Google 没有啊？都是你的好朋友吧？其实我们虽然是社会人，但是很关心体育。社会人，社会人可以关心体育，没有问题啊，是不是？没问题啊，关心体育。好，那一哥就可以来选礼物了。你要哪一个？加油打气。是的，百万金币。老王李，一胜难求。我觉得加油打气，百万金币应该不错。百万金币看起来，还是一胜难求。一胜难求的打气，球类胜很难说。我觉得因为他这个球，好了，就选择一胜难，一胜难求。好，一胜难求。球的感觉。会不会什么哪一年的篮球纪念球之类的？冠军，哎呦，好酷！花姐的包包吧，恭喜一哥，下车。好，怎么你这么不快乐？没有，我以为里面有钱呢。没有，你唯一的快乐是等一下可以帮我们排棒次。好啦 ，Ready Go。Ladies and gentlemen。这一关的关主非常之厉害，让我们来欢迎大魔王苏立文。那我们等一下呢，请苏立文苏老师呢先示范一下，然后再来教我们规则，好不好？可以。好，等一下我们要挑战的游戏叫做杀头杀脚。杀头杀脚的意思就是我们用这个靶，两方对抗，只能碰到头。跟膝盖以下，好 ，OK 吗？这是平常跆拳道会有的训练吗？这个是反应训练。完蛋，我反应。对，为什么需要训练这个反应呢？就是你可以假设这个靶是棍子或刀，它在攻击你的时候，你可以有反应，而不是待在原地。所以你的手是有作用的，你是可以去防御的，而不是头在那边，只有头在那边闪而已。对，你手是可以防御的。好，跟老师对打，然后呢，打到老师的头或是脚，可以得到一分。然后时间最长的那个人要进惩罚。目前清楚的话，大家点点头。Good， 预备，备。走！暂停。好厉害啊！这先等一下呗。豪平你在干嘛？豪平在打蟑螂哦。哇！暂停啊！紧张。三分了吧？哎，没有怎样，没有，他打到身体，打到身体。对啊，哎，这很难呢。哦，他还可以换方向，好厉害哦。三分。我们好像在看人家玩很弱的人。一分呢？哎，我觉得一分就好了啦。一分的啦，一分啦。你只要打到他一分就够了啦。已经三分了吧？没有，豪平没打到，豪平都没打到，我在耍他哎。一分，好的，好的，豪平这边得到一分了，一分就过关。我们的成绩是1分03秒，很棒了。下一棒请就位，谢谢。鲶鱼准备了，记得打到要停下来哦。好，一分就赢了。要休息吗？加油，预备，备。好，你跟哎呦什么东西啊？还没啦，哎，差点吃进去把那个靶吃掉。有拍到，时间是52秒，1分3。天哪，这很难耶，很难耶。哎，各位观众，我们班唯一一个有练拳击的人来哦，不一样，跆拳道不一样，预备，备。他为什么左右开弓？他是国手，他为什么？哎呦哎呦，果然是有练过拳击的人。可以，有没有解决？打
结束了。老师，四秒。老师累，老师累了，老师累了，累了哈。老师，趁你累。老师，我跟你说，他叫杨明威，他叫杨明威，你记得他，你记得他。我要再挑战一次。好，再挑战一次啊！别打，你挑战王少伦就好了。不是，我让你确实啊，你不要再针对他了啦。你不要讲那么生气的话，他抢我头盔戴。二哥辛苦你了，对不起。我弟不懂事，我还有一个哥哥叫 Darren， 我叫他一起来去道歉。我的那个哥哥他不来，我叫我妈妈来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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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灵姐，心灵姐还忘记妈妈名字，预备备。左手。会会会。好，再提再提。猴子猴子偷桃。好蠢的，笑死我，笑死我。撒加。哦，很难哎。好不好？哦，对不起，对不起，加，投，哎，哦，有了，有了，有有有有有有有，不错不错，成绩很好，二哥，29秒，哦，都是火焰，都是火焰，老师，这个很软，这个就是超软的，没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行，好可怕，老师，刚刚是潘老师，老师你不要，老师不要。不要！我这次成绩听起来怪怪的。不会，我打到打到，我重来。放下。老师不要掉以轻心哦，要不然我要再被打哦。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让他。你要接话题了，哎，时间在走，你不要画画，美人计，美人计，画画。下面，下面，下面，下面。他在，射右他了，打到，先打到脚，打到了，打到脚了，对不对？打到花花脚，没有，好，继续，继续。好累，先打到。老师，不要嘛，老师。美人计，美人计。好了，老师，你不要这样嘛，老师，老师。可以这样吗？可以这样吗？打到吗？可以可以。老师有没有 OK 了？防不胜防，防不胜防。兵不厌诈，这是战争。老师，老师。对，大远大远，美人计可以，美人计可以，美人计。成绩48秒。耶！安全，厉害厉害。哎，赶快脱掉，赶快脱掉，赶快脱掉，好可怕。下一棒，大远。老师一定会好。大远准备好，预备备。老师，我还没开始，老师怎样？老师不要这样，老师，老师，老师，手要防御啊，手要防御，老师，老师，老师，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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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位，归位，是有运动家精神，他是会判断的。哈哈哈哈哈！你们是巨子哦！不要这样，老师不要这样，偷打！哎，你怎么不打？哎，这双脚打的，好，打到头，哈哈哈哈哈！哎，我发现你的手脚的长度跟动差不多，都是姐妹，姐妹，防得好。大元是有在进攻的，老师，老师，老师，给我打一下，快点打中！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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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让你的啦。老师在对他们手下留情啊！我们下，就跟你讲，老师累了嘛。来，大元成绩53秒，很不错，很不错。再来是豆哥，我很期待这一组的表现哦。好，等我，预备。哦呦，动动动！豆哥的手是有力的。哦哦哦哦哦哦！哦，你用刀刃呐？我用刀刃砍了。你不是说你是男人？对，在哭，在哭什么啦？手要挡，手可以挡，手可以挡。哎哎哎！好，打到豆哥的脚。怎么那么 Q 啊？哎，大腿，大腿，有没有？大腿，没有没有，小膝盖以下哦。膝盖以下，膝盖以下，膝盖以下。嗯。你们在玩？你们怎么可以？可以可以。哦哦，不算不算。哇，肩膀要投了投。对，人身攻击。
他就只是想打他，他打人呐，斗气，打脚一下，膝盖一下，拿膝盖一下。好，有了，打到了，打到了，已经了，结束了，再乱跑，没错，老师，有种被揍的感觉，手轻弹不起来，你一直攻他手肘看着。好，豆哥成绩1分21秒，哇，辛苦，落了一笔，哇，你要进惩罚了啦，下一位，小杰。小杰，呛虾，预备 ，Go！ 呛虾，凶一点，小杰，凶一点。老师，我们是有交情的哦。这什么啊？我叫你呛虾，你跟小赖有交情，你也不讲，你有交往再拿出来讲。你们是什么交情啊？再一次啊，呛虾，凶，呛虾，凶一点。老师，我是有参加奥运的。哦。老师打死了，后面要小心啊！老师站住。老师，你把力气用完了。奥运是他的痛。预备好。小杰看起来有点偏笨，对，看他的手，行走的招潮蟹，我先碰到脚，继续，竟然要出招才能够对付小杰。一双超级，他使出一个回旋，老师，哎呦，好帅哦！哎呦，好帅哦！动作快，什么啦？你很厉害，什么啦？可以假动作，假动作，动作。这个怒火起来的啦，对，完了，随时要丢头盔这样子。你在干嘛？小萝卜，小萝卜，而且先动他脚，你刀还拿错了，打拿反。好晕，累了。小杰，你是喝醉了。我要把我最高级的招用在你身上。最高。降龙十八掌，你的刀。哎，我想接高手。第一掌，鼻子红掉了，我们私底下再说。好的，下一位是老师。干嘛啦？老师他觉得他有美人计可以做。老师。他你完蛋，更生气了，都。老师更生气，老师更生气，对，中招了。预备。正拍，好什么？靠！哦哟，新的围巾词啦！哦哟，鼻子歪了！巴掌给他！快打他！谁先的？那他老早就到了。靠！哎，这有吗？有碰到！哎，18秒！一个，最后一棒，预备。杀气出现了，有拿刀的感觉哦。一哥的怒气也上来了，手可以挡。好，现在他没有在，老师往前强调，哎呦，大腿，膝盖，来两边继续进攻。
哦哟，哇，很帅哎，老师这个皮啊，这个武侠片哦，日本武士啊，帅啊，好强哦，继续哦，第三回合，哇，打到，打到了，他打到了，打到了是，哇，帅帅帅，耶。打到不是砍到，33秒，太厉害了！一直很想要这样子，对，不行不行。哎，我们再次掌声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还要留着，好啊，进惩罚。接下来进惩罚，苏老师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打不能躲的江宏杰了，请惩罚。一、三，完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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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守交换，人家是吃人的人手，对对对，真的是，我觉得要人冒起一点，帮我示范一下，老师要被惩罚了，江杰一二三哦，掌功掌功，哦好的，撑住啊，要数数到三哦，一、二，哇你。有意志，等一下，等一下，老师，有一个重点，要问重点，老师是不是不会痛？好痛哦！你要说不会痛，再给你打他，不会痛，是不是不会痛？不会痛。哎，四人跟原唱，我们这段太长了，谢谢。不会长。好了，谢谢老师，谢谢。那我们就继续玩下一关喽，全员请上车。掌声再次感谢江宏杰为我们节目的播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篮球有点关联啦，因为其实 HBL 传统强队能人加上非常厉害，他们从94学年度勇夺季军，还有大会最高荣誉精神总锦标开始，到目前连续19年都是八强班底。哇，长高你。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玩的游戏当然就跟篮球有点关联啦，来看一下，玩的叫做最强射手，限时内需在篮筐上下移动时进行定点投篮，累积球数与魔王差距最多的人需接受惩罚。那接下来我们一样进行知识问答咯，请大家把手机准备好，走好来，题目叫做综艺天王吴宗宪上床打篮球应该找谁来防守吧。那接下来我们一样进行知识问答喽，请大家把手机准备好，走好来，题目叫做综艺天王吴宗宪上床打篮球应该找谁来防守吧。对，老师找弯吧，请回答。什么东西？哎呦了 ，yes， 我先吧，我啦，我先，谁先？哦，没有，就有玩过了。对呀，简单。好美，好快哦！我们两个智将，来前面的先答出来啊。慈母手中线，游子。找不到 key 怎样？好啦，答案是慈母 ，OK， 这是脑筋转弯，可爱。那好评，至少要带个礼物回去吧。可以，但我觉得不妙，那你就挑吧。我觉得那个打气的应该是气球的打气筒啦，就防弹球打。你觉得我们有这么轻松简单？你需要吧？我就试试看，加油打气，需要加油打气，在弄气呀，对啊，对啊，需要什么？需要武器了，一定吗？运气什么气都漏了。cosplay 的话，我觉得是拉拉队。我是吗？恭喜豪平获得的是篮球沙发一位。哎，这可以充气的，就是这打他的气。对啊，不错啊。好啦，恭喜获得我们的那个篮球沙发。那当然就是等一下再由豪平来帮我们排棒次喽。OK， ready go。No more cutting corners.From now on we're flawless I'm on the roll I gotta go Gonna be out by tomorrow No more plans and scheming各位亲爱的同学，我们校级比赛请到了全地表最强的球手，我们要欢迎的是陈威娟。陈姐来了，大家
好。哎，真的当了20年的篮球国手，出过专辑，然后呢也还当过教练，当过体委会的副主委，是，然后同时也有入围过我们金钟奖的最佳主持人奖，哦，目前是 T1 联盟的会长，对，掌声鼓励。哎，但是我们入围我们没有得奖，就应该是被他拖了。哎，不是我，哦，不是你，是另外一个没有来的那位。哦，不是，因为其实说真的，我们平常看到钱姐觉得是一个传奇，然后今天呢能够请到钱姐来当我们的关主，我们是倍感荣幸。但是这一关我们不是一般的投篮而已，我们请到了一台高级的车车，然后让我们的这个篮筐位上上下下的跑，移动型的，太高了，太高了。太高了，真的，真的，不然 James 都没办法吧？一般的篮是305，305，这个应该有到400。好，教一下钱姐，你想想看，对啊，对，标准不敢啦，标准就是这三个手指，这三只手指是方向最重要的方向。OK， 所以这三只，如果你可以选择投空心或者插板，插板的话你就打在正方形的那黑色的线上。好，试试看。首先我们请钱姐来帮我们的第一棒成为基准点，钱姐准备好了？好了，计时一分钟，预备。Go！ 来，完蛋了！五个，六个，还有20秒，7个，6个，七，最后15秒，太多了吧？太多了，钱姐可以了，可以了，钱姐，你应该休息了。8个，八个，七，来10个倒数，4、3、9、9、9、1。OK， 总共是8颗，各位，我们基准点是8颗，8了。好的，我们第一棒派出的是杨明伟。哦，准备好，计时1分钟，预备。哇，厉害厉害！是骗我的，可以。哎呦，骗我的呢？是。4444。来，下来就先接。我乱打啦！哎呦，不错，哇，那么高还进！哇，再两个，啊，起，6666，你的二没有？六，还要再两个，七，怎么那么简单？继续，来计时1分钟，预备。蒙眼的，一个蒙眼啊！一而已，真的。二，没问题啦，很简单。三，没有。二，完了。三，有。四，有。五，还可以。高的有。五，5个。半分钟。6，再2个，可以，没问题。7，还有1个，7了，最后10秒。8，对，太简单，可以了。背后投。八，时间到。这什么？没有，因为大家都8个，然后就8颗，好，很难耶，其实没想到容易耶。好，这帮派出的是鲶鱼，计时1分钟，预备。可以。1个，两个，
交给我了。哇，东哥加油，只要有七颗就没事了。Okay. 来计时一分钟，预备。抖抖。哎。抖抖。东哥这样。抖抖。东哥球。抖抖。东哥球很烫哎。球不是汉堡哎。东哥怎么球那么烫啊？汉堡吗？是哦。抖抖。东哥太远了啦。来来来来来。来了来了，把握这个这一轮拿下来，有牙，哇，两颗都没有碰到，头痛，可以啊，头痛，稍微少一颗啊，进了进了，少一颗，这个是丢头的，这是用头的，好安静哦，头痛，没冷到了吗？头痛一颗都没有，头痛，哎呦，头，哎，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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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头痛，赶快赶快赶快，最后十秒，快点，头痛。有了，有了，有了，不行，不行，抖抖，抖抖，抖抖，怎么会这样呢？那就不要让，好不好？抖抖，林哥，林哥，说不过去，不容易吧？不容易吧？好，我们最后一位上场的小姐。没想到可以在我们节目看到蓝队跟红队站在我的两边，我很感动。好，加油，不要让我们失望。没问题，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好，小杰上场。现在事情很尴尬，我刚刚跟杨明威讨论说，这样子小杰是最后一个人，可是我们目前成绩最差的是豆哥。那我们这个节目一直惩罚豆哥，好像不是办法。对对。所以就江湖的伦理上来说，小杰应该自己知道要怎么表现。这种感觉，应该自己要知道。请你投出负一颗，你从下面再往上把它穿过去，负一颗，对，负六颗，不然这样就升到最高。好，抬头，然后如果你投进的话，就真的惩罚豆哥。对，好，挑战自己嘛，增加挑战自己，加油。对，可以哈，太 man 了。计时一分钟，预备。小杰，你进两颗最最高，好，老天进两颗最高的惩罚。好强哦！你们要这样莫名其妙乱搞，那我们就除了豆哥之外，其他男生全部自己惩罚。我会跳起来哦！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第一个是最。小伟姐姐。今天打最好，打超好，打超好。那我们就先上车休息一下喽，居然还有最后一关。有医务室吗？上车止血，止血。刘雪，保健，保健室，刘雪。欢迎浅姐上车。天哪，浅姐，你要每一集都坐那边，好像很不错哎。对啊，那这个节目会变成另外一个节目。对。然后每一次那个惩罚都由浅姐来执行，也不错。不行不行，我现在还有点晕的情形。好，我们这一 part 玩的游戏叫做全明星激斗，全员需分成两队进行三对三斗牛篮球赛，得分较低的队伍需接受惩罚。这个 OK 啦，因为篮球男生都没有问题嘛，那女生就配搭起来也 OK。三对三嘛，就是三个人对抗，然后我觉得应该先让小杰先选一个，然后再选一个。小杰要当领队，小杰，你血池的机会来了。全员起上车车 ，Ready Go！ 三对三嘛，就是三个人对抗，然后我觉得应该先让小杰先选一个，然后再选一个。小杰要当领队，小杰，你血池的机会来了。好，好，我来先选，是不是？先给他选，然后我选一个。我选少伟哥。哎呦，回忆好了。哎呦，哎呦，好，两位状元出来了，再来。
这低着头不抬头。干嘛干嘛？阿威阿威，你阿威你还在吗？阿威阿威阿威，你要没有灵魂好不好？阿威阿威，鲶鱼啊！好，可以可以可以，我真的很久没打了。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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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赖好了，他看我一眼，然后小赖好了。我好，那我应该比你强。好，换前点。你是现在是我这一队，我说我应该比豪平强。什么应该？请你有自信点，就是。你了，豪平。好，好，这女生，花姐，大元。最强后卫。好，那接下来呢？钱姐，请陪我们一下，我们要进行知识问答。麻烦大家手机拿出来，我要出题目喽。钱姐要作答吗？钱姐不用了，你要惩罚她哦。好，准备好了，不可以作弊嘿。好，题目是：火爆全球的洗洗睡手势是哪一位 NBA 球星的招牌庆祝手势？是我们没在看 NBA， 请回答。做一个他。这不可能，有在看篮球一定知道了，知道。牛跑街，牛跑街 ，L B 街，拉布拉多，拉布拉布拉天使，还没七耶，左右。设定输了，反正决定了先后嘛。怎么会有足球员呢？还有樱木花道哎，假人呢？哦哟，没有好啦，正确答案当然是那个 Curry。对，洗洗睡，这是他非常知名的。哦，这样对，这样是洗洗睡。对，这是洗洗睡，反正就是最近流行的，希望大家可以就是稍微追踪一下 NBA 的状况，好不好？好的。好了，恭喜选啦，一个获得百万金币。是什么东西？我也好想知道哦。全套会不会？哎，该不会等下就帮助你球赛可以打很好？哦，哇！这是不是我们拍宣传片用的那个？对对对，恭喜获得哑铃水壶，这个才需要洗洗睡。好的，那这样呢，我们两队都已经分好了，我们准备好真正的进行好紧张的三对三斗牛赛 ，Let's go。两队请注意，我们这阵子一直在玩的全部都是什么可爱趣味的竞赛啦，但现在我们人身处的位置呢是真正的篮球场。好，那今天除了我们之外呢，现场还有当然今天陪我们在板凳上休息的豆哥。好，没想到已经看到旁边庞大的身影了吧，今天担任我们专业的板凳球员兼评奖球评，板凳球评，好球评板凳球评，哈笑远茶哥，来来来来来，因为你有专业啦，好不好？那在场上当然不能看我啦，因为我完全不懂规则，我们要交给的是真正厉害的裁判，来欢迎裁判 Rice。那麻烦两位领队呢，帮大家各自加油打气一下，我们三对三斗牛正式开始。好，来，我们双方握手，来听哨音。好，我们猜拳决定球权，来看哪一位？你先猜啊，我跟一哥，好，简单石头布，比赛开始。好烂哦，拐瓜裂枣臭鱼，真的，还是好好的来播报一下这场，来一个来一个，臭鱼烂虾的。好的，现在鲤鱼正在防守上尾钩，还有。王少伟一个切入，切到底线没有进。现在李毅拿到球，往外切入，往外做一个切入。哎呀，篮底下还是没有进，因为我们知道李毅他的专长是三分线。而且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有人戴渔夫帽打篮球，没有错，还穿凉鞋。穿凉鞋。哇哇，那个招，进耶！现在篮下首开纪录得到一分，而红队的花花刚刚甚至用脚踢篮球，对，假动作，解慢，出界，好，球又被李毅给抢到了，你干嘛？李毅给我啊！鲶鱼的传给李毅，偷啊，偷啊！有，三分线是李毅擅长的地方，讲究讲究，没有，哎呀，其实我刚刚是开玩笑的，擅长站的地方，擅长站的地方，不擅长出手，对，有。阿威这一球投了一个大包，黄队的女生竟然抱在一起了，哦，什么状况？太棒了，要你了！
提醒一下，不可以勒住人哦。我没有勒住他，我在跟他 say hello。啊，已经换人了吗？来，哦，已经换人了。换人了，换人了。对了，换人怎么比？换人。换人，换人。哦，这个是你那个是走步，比错了。刘阿威投了一个非常荒谬的球，这一球传到李毅手上。哎，小妹漂亮。黄队球，球出界。小妹好凶哦。对哦。真的耶。小威哥，鱼累了，你加大耶！哦，他搞那个反应。大元拿球，你就可以投篮了。哇！大元投篮！大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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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少伟这么近也面包啊！精神攻击，天天使出精神攻击。大爷拿球，大爷！耶！大爷拿球，大爷！耶！谢谢，谢谢。张少伟，那个，你休息一下。他好敏，好敏，真的。哎，好，站下去，站下去，站下去，黄队。我们一直进去，但是都抢不到篮板，因为你们太高了。他站直不跳起来，没关系。那我们就是抢篮板就尽量，但是我们进攻这一波就是小赖发球，然后如果那对方是男生的话，然后一个是女生，往女生面送你就直接切。没有，来暂停结束，防守防守，来暂停结束，再 OK 了，因为我心累了，好烦啊。好，比赛继续开始。哎呦，传到梁威。阿威，没有没有。哎，王总，王总，好，蓝队好，这好严重，二运对吗？相当严重的失误，对，是非常非常。哎，脚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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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间灵动哎，脚步了，脚步，脚步，哎呦，切的很不错，所以说小赖，请你不要再乱投篮，请你不要再去洗球了，谢谢。小傻瓜。哎呀！哎呀！还有阿威在篮下捡到进攻篮板，而且补进了。他在干嘛？为什么在跳舞啊？对，他们现在开始上演了千手观音。对，出去出去，小球对对对对对，小球把球运出去。啊，球队呢？先走步再打脸，所以先走步。谁的？基本上黄色、蓝色。对，我们是走步。他每次都出胸盆啊，这么小。老师，老师，裁判老师，可以吹他技术犯规。来，警告一次。好，警告耶！好，王少全得到了一次警告。吹，你是女的，可以防守。我不能再可以防守。不能防啊！走太多了，来，走太多了，你以为是瞎拼啊？不要进，就平球就投投，没关系。直接。其实基本上对于现在，对于我们球评主播还有豆哥，我们这边的立场是希望时间过得越快越好。进了啦！对，那还有一球，突然变得走上，再传给王少伟。王少伟，犯规！犯规！罚球！打手，来罚球。五秒了吧？好。发生什么事了？好了，我们一起走鲶鱼，因为他不用太熟了。没有，我是觉得浅姐她是一个非常佛心、有慈悲心肠的人。谢谢谢谢。她真的不希望再继续伤害小杰了。对，她也不想她本人进入这个场地去真正的侮辱篮球。还有她自己。豆哥，你觉得这个对你来说？很认真哦，对于这个胜负，你看着啊，我们就有在讲，对，好像很，其实我们不 care。好，剩下大概十秒，好，剩下大概十秒，谢谢，好，
秒下，乒乓球现在剩下六秒钟的时间，上半场是4-3。哎呦，黄子玲秀压掉三分球，对，没进，对呀，没有。休息，很好，休息的，很棒，很棒。前姐，这不是我的世界，前姐，这是他买我的。预备，还好长哦。哎呀！哇，还要切进去！不接，抢抢抢！哎呀！我靠！对，好香。我接，抢抢抢！哇！哎呀！快！啊！别接！受伤受伤！鲶鱼怎么了？鲶鱼！小的，我没看到你。伤兵！我想救你！啊！比赛6分钟不到就有伤兵了。还好他们没有真的在玩 fantasy， 不然会死得很惨。我们看到裁判很不耐烦的叫鲶鱼赶快站起来，不要再装了。时间剩4分30。Hello， 制作单位叫我们播这种烂比赛，认真专业要怎么认真的讲？不好意思。好球！好，来哦！鲶鱼又再拿到球，球传给了底下的鲶鱼，你再把鲶鱼传给我。哎呦我的妈呀！好，球又传给了小杰，小杰传给王少伟，王少伟再传给小杰，小杰现在又要再传给。不能传！小杰上场的时候，一分。先换阿威上场，接，用力接。哎呦，王少伟真的只有。但是没有进，从头到尾只有一个人认真的打球的。小杰，小杰没有一个。什么东西？什么意思？这是什么变化？什么东西？我们看到篮球打出声卡球。林俊杰，林俊啊！小敏，快点，你只要顾好小赖就好了。被平手。别跑，别跑。哎呦，没有。别跑，还有小杰厉害。什么意思？史上第一个用篮球丢出声卡球的球员，怎么那么远？非常厉害的一个技术。没有，小心这个超球，超的真的太帅。三分线，哇！真的太帅。三分线，哇！真的太帅。三分线，哇！终于看到前姐终于上场了，前姐小杰没有要输，小杰没有要输哦，小杰没有要输，对，但他怕了，来来来，过来，基本上呢，谁看到前姐，没有，对啊，好恐怖，来了，前姐来了，过去了，给，过来，天哪，你会不会接球啊，鲶鱼，没有运气，球接好了，鲶鱼，要被骂了，笨死了，杨明威，好前，没有。球传到外面给浅浅，是的，浅浅又拿到了，然后传给毅哥，毅哥上篮，高球，高球，哎，浅浅再抓到篮板，传给你，让你还是没进，慢点，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你会不会投篮呢？加攻击，没有出手犯规，嘿，推了，防守犯规吗？哦，那看太入迷了，是不是？因为没有，因为基本上呢，浅浅上场打球，我们是看一次少一次，真的。对，我们平手好了，对，真的，真的再次打败江宏杰，哇，江宏杰生气了。你后面，少伟哥上场了。Defense， 后面躲地球。Defense。需要靠前解，没错。现在只剩下28秒，很认真。他有一个不能输的压力。
所以篮球的魔力就是容易让人家生气。来了来了，再说我为什么爱生气。来了来了，所以我就中出啊，没有，有了，抓回来，抓回来。没有，他这个这样子，直接出去，下面没压到。这是不是前节派来的裁判？对，出去了，出去了。九秒，现在是剩九秒时间。剩九秒，好，最后六秒。蓝队，蓝队，王队下跪，蓝队，蓝队。我们现在呢要进行的是每队派三位，我们进行罚球，一人罚一颗 PK 大赛。好，黄队派出的是阿威、邵伟哥以及小赖，而蓝队这边是鲶鱼、李毅还有豪品，相当奇特的一个配比啊！我现在大概看得懂了，就是说两队都不愿意把，也都不想把这个算是领队换上，因为领队算是罚球比较稳定的嘛。有，我们现在看到真正对于投篮是相当擅长的李毅。是的，篮球魂已经燃烧了差不多快两天的他。哎呀，也是变胖，还是没有进。现在对于黄队来说是没有压力。阿威，阿威，姐就快你们了。好哎，那紧张一头。惩罚，但其实我们刚刚的一场球赛非常感动人心。当然，再次谢谢钱姐来陪我们玩。谢谢谢谢。那蓝队表现其实也非常的棒，鲶鱼还在吗？鲶鱼，他是今天 MVP 了。对啊，厉害姐姐。哎呀，不要这样讲啦，跟姐姐同队是压力很大。而且其实我们刚刚在旁边当球评的时候，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确定你这辈子就是选错路，你应该打篮球的。篮球，棒球。你又打棒球，又走演艺圈，你干什么呢？出手这么好，哎呦。表现很好，那当然黄队小姐。恭喜你终于赢了钱姐了！赢了就好，不需要终于，好不好？你要面对人生的真相。OK， 你赢了钱姐也真的是终于。虽然平常我不是很爱呛虾的，可是我今天想呛一下。呛一下，各位，呛一下，呛一下。钱姐，这边是全员请上车，不是运动会。耶！我赢了。主场，我是做我的主场。好的，黄队其实表现也很棒，谢谢小赖。耶！好，到最后一球精彩的那个关键决杀，关键一球得分。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子开开心心的结束，赶快回家，我们就不惩罚了。全员上车，下次见。